你所不了解的因果第十四回合看病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豆掌门，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在英国怎么看病。之前说了 NHS 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，其实这个系统有两级，第一个级别呢是 GP General Practitioner， 也就是社区医生的意思。如果在医生生病了，我们是不直接去医院，而是去看每个社区的 GP， 所以看 GP 就等于看医生，然后再通过 GP 推荐到医院或者专科去检查，也就是第二级。但是看 GP 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经常要等很久哦，一个月也是有可能的。当然如果你生了疾病什么的，你是可以直接去医院的，不需要预约，英国还是很人性化的。下一期跟大家讲在英国怎么买药。